在影片开始之前，请一定要记得订阅 Eric 影片共享频道，这里会放上许多其他创作者的影片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ric 第一名。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这个节日是属于全天下母亲的。由于孩子是母亲一手栽培长大，所以今天我就要放上我小时候到现在的回忆录。像月光那么温柔又慈祥，在你的怀抱中是最幸福的时光。你的爱像月光，给我温暖和希望，有你的地方是天堂。各位 HR 第一名的粉丝你好，我是亮亮，因为正逢母亲节，我希望在此跟大家结缘一下，希望大家开心，祝母亲节快乐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粉丝，在这属于全天下妈妈的母亲节，我们要感谢妈妈每天无微不至的照顾、关怀、照顾，使我们成长、健康成长。谢谢妈妈，祝大家母亲节快乐！祝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我是雨熊，祝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！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！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！所以今天我就要放有些